亲爱的同学们，乡亲们，2021美东广西青年学友会中秋联欢现在开始。广西侨联、美东广西青年学友会、广西华侨学校联合主办海内外侨界青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。祝学友会的同学们、朋友们中秋节快乐！祝中秋节快乐！
privilege to represent many of you in the New York State Senate. And I'm delighted to join you today as you celebrate the Mid-Autumn Festival. Hey everyone, John Liu, New York State Senator here. Happy to bring greetings during this Mid-Autumn Moon Festival to the Guangxi Youth Alumni Association of America. 大家好，我是纽约市议员顾亚明，祝贺美东广西同乡中秋联欢会圆满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Andy Chen， 我在这里呢，预祝美东广西同乡中秋联欢会举办成功。暮云渐近，圆月升，风颠云覆，天地清，浪子求学游篱外，万水千山一转晴。大家好，我叫安楚潘琴，研究生毕业于凯斯西楚大学 Red Hat 管理学院金融专业。中秋佳节在此祝福大家花好月圆，幸福安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聪聪，祝学友会同学们和侨胞们中秋快乐。Yeah.
叫曾兰。在2021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，我祝乡亲们和学友会的同学们中秋愉快。坐在小竹楼夜，日日夜夜把你牵挂。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Stony Brook University 的 Maggie， 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团圆，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， and stay safe and be happy。 Hello, my name is Dominic， 我太太是彩虹。 Happy Moon Festival， Dunday Moon Festival。
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钟兰，英文名是 Lucy， 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《月之故乡》，并配有一些伴舞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叫周南君，我现在在香港工作，我是2018年中秋晚会的主持人，在这里祝学友会的乡亲们和同学们中秋快乐啦。
this is Rachel. I used to study at Hofstra University.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and enjoy your mooncake.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特别感谢美东青年学友会嘅季青老师同郑阳老师，因为喺疫情最紧张嘅时候，佢哋亲力亲为咁帮助留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宁市音乐家协会理事，广西青年歌手、音乐人、主持人古潇潇。在我们今年的2021年的美东青年学友会的中秋晚会，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原创作品，也是一首主旋律的作品，叫《青秀美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最后祝所有的乡亲们和学友会的同学们中秋快乐，也祝福我们美东青年学友会2021年的中秋晚会举办圆满成功。This is Sheng Li from New York.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wish everybody a very happy Mid-Autumn Festival and a ver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. Thank you. 大家好，我叫李成功，来自美国纽约，想借这个机会祝广西的所有同胞中秋节快乐，有一个健康和万事胜意的中秋节和未来的新年。多谢。我是蔡红，祝学友会的同学们和老乡们中秋快乐，谢谢。
我是来自纽约的黄慧静，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广西南宁，在此祝愿全球华人美东广西青年学友们中秋快乐。Guangxi Youth Alumni Association, and I wish you guys a happy Mid-Autumn Festival. Yay! 月是故乡的明，人是故乡的亲。每位华人心目中对中秋节都有着特别的感情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璐，祝乡亲们和学友会的同学们中秋节快乐。广西南宁壮族人梁天宇，中秋佳节到来之际，祝美国广西青年学友会云端中秋联欢会圆满成功。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在传统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，中国广西来宾市侨联向美东广西青年学友会，并通过你们向美国广大的华侨华人留学生道一声中秋快乐。愿大家在做好新冠疫情防范的同时，做好中美民间沟通的桥梁，讲好中国故事，讲好广西的故事。在疫情结束之后，欢迎大家到世界遥都中国唐都，我们来宾市观光旅游投资发展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。学友会牵线，民间搭虹桥，中秋同唱戏，乡亲比天高。我是广西桂林全州县的马丹桥，在中秋佳节祝兴祝愿家乡的父老乡亲中秋节快乐，祝广西青年学友会云端中秋晚会视频圆满成功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美东广西青年学友会会长朱静新。我是常务副会长谢阳。在这里，我们祝大家中秋快乐。